你最近该不会还有闲工夫练新魔术？对，你要看吗？我准备一个。不会是？准备一个。不会是整人玩具吧？因为已经被整两次，对。对啊，我要看真的凭实力的魔术。真的啊，你手可以借我这样。不会喷东西在我脸上吗？不会，之前该喷的喷的，就是这是一粒痘痘，对，绿的绿痘痘啊，那这是面纸，是，我把面纸，啊，塞进去，有特写吧啊，面纸塞进去这样，然后这粒痘痘呢，放进去，很屌，啊，不要盯着我手看，我很紧，不然我看哪，啊，一二三，盖住。一个烧麦，我就知道，我蛮喜欢这个模式的，你怎么了？真的幼稚哎你，很屌啊！我觉得很不，我喜欢吃的是糯米鸡。